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再说了，别再说了。哇，这周的任务都完成了，得好好奖励一下你呢。 好看，那件也很好看，哇，真烦恼呀！不如你来帮我选吧，怎么样？为我挑衣服的时候，你会想象我穿上它的样子吗？来一场华丽的舞会吧！ 帮我拍张照吗？一定要选最好看的角度哦。 这之后的时间也交给我，好吗？